中国队终于进十八强了，我在此特别感谢新加坡门将桑迪，听说你在新加坡还兼职卖椰浆饭，哎，多少钱一份啊？立刻马上把你的二维码发过来，椰浆饭先给我放着，等我去新加坡再吃啊。哎呀，这个地方热闹啊，看还有两块电视，早知道昨晚就来这里撸串喝啤酒看国足比赛了，里面全坐满了，哎呀，热闹热闹，看这个氛围感，欧洲杯、奥运会都可以，好，哎，各大赛事都能看，都可以，好，嗯，哎，生意这么好，是老店吗？是，我们店已经开了20年。二十年？对。哎，我不明白，现在不是流行碳烤，你的电烤和碳烤有啥区别？纯环保。哦。更细腻一些。好，明白了。好。哦，这就是咱们的肉串是吧？对对对。哎呀呀呀，漂亮漂亮。都是每天现穿吗？对，每天现穿。好好好。看的都很新鲜啊，这个是啥？鸡翅。你比如怎么卖了这一串？这个鸡翅一个上不了2块，10块钱一串。10块钱一串。哎，这个是啥？这个肉房子。这是羊腰。啊，这是羊腰。哎呀，这肉质看着相当不错。这个是啥呀？微辣的辣椒粒。我说你拿的这个串腰子。猪腰。哦。这全部插满能烤多少串？同时，150。哎呦，厉害厉害！你不说打包，我怎么打包呢？哇、哦！哎呀，香得很呐！好，那走吧。呀，师傅你好，这个是啥呀？花蛤。这都是新鲜活的吗？对对，活的。好嘞。哎呀呀呀，刚拿出来的生蚝，哈、哦，好嘞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就是咱家龙虾，哈、哦，有什么口味啊？麻辣，还有蒜蓉，好嘞，呀，这个烤的不错啊，这个是生菜卷，好，来介绍一下，这个是炒方便面，哦，还有一些烧烤，小龙虾，哦，好。他家方便面很受欢迎啊，炒方便面。这个是啥呀、啊，阿姨？肉筋。哎呀，你家这些串很受欢迎啊。你好 ，A20。这是哪个美女？西西，你好，打个招呼啊。哇，你一个人吃这么多，我好羡慕。好，你拍吧。好，这是八哥，终于见了。Hello。好，你们吃吧。嗯。OK。我现在到了3楼水吧待客等候区，排队叫号就在这里。还有免费饮料自取，看这里有个淘气堡乐园，在本店吃饭，孩子们就可以来这里免费游玩，然后大人们就可以安心在1楼吃饭。我现在到了2楼，这边是厨房区，这边还有包间。哟，这包间挺大啊，看也有电视，可以边撸串边看球赛。你家位置在太原新华岭区，金阁后街11号，这条路是啥路？北大街。哦，北大街上。对。好的。北大街11号。好，谢谢啊。